小船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自行车呀？小船。我以后造一个城堡，然后周围挖个护城河，然后我们就开这个这样骑过去，而且没有狗仔可以到我家里来，然后骑着。然后在里面再养点鲨鱼啊，没有鲨鱼，鳄鱼。你这护城河得挖个100米，要不然平时大炮还是能吓到。对，每天。我就哎，到时候我就搞喷泉，喷泉先一个100米的护城河，然后那个在那个喷泉幕布，然后24小时灯光秀，然后谁也别拍我。向左，一个手抓，反过来虎口朝向。哦，向。凹的地方朝后面，凹的地方朝后面，凹的地方朝后面。对，不要抓太宽，不要抓太宽。好，对，一边滑一下直行，转弯就滑单边就好了。哦。左右。左。真的热量就是一天的消耗。